点样先是人生胜利组？有钱、有事业、有名气，好似事后佘诗曼阿佘咁样，够唔够先？阿佘凭住内地神剧《延禧攻略》饰演娴妃一角，喺内地人气急升，至今都好受观众欢迎。最近佢就参加咗内地综艺节目《看我的生活》，分享咗佢嘅独居生活之余，更令到佢嘅豪宅意外咁曝光。片段里面可以见到阿佘屋企嘅客厅、饭厅都非常之宽敞，客厅就放咗一张好大嘅梳化，足够佢成个人喺上面玩电话。屋里面仲有落地玻璃，又有露台，随时出去呼吸新鲜嘅空气，斋谂都精神爽利啦！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揿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